许律师出国几天人都不认识吧？宋律师，宋律师来机场出差啊？怎么说呢，我这是特意来为许律师接风洗尘，不知道许律师赏脸没许可。我先去洗个澡啊。嗯，十几个小时飞机都快累死了。哎，你把那个给我。我先去洗啦。嗯，那我先做饭了。好。哎，你帮我把那个洗面奶给我拿过来。哦哦。是这个包吗？宋兄，你给我看看，你眼睛上是不是有泡泡？好痒啊！啊啊！想要睡在黑暗里，不提起，试着情绪在交替，灰色的游戏。宋兄，宋兄，宋兄。我可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到访，查岗呀？怎么能是查岗呢？新买的，特意带过来给你尝尝。我一会儿可有约了。谁啊？跟我抢爱人？跟你抢爱我的人多了。不过会把我家整理的整整齐齐的，就只有宋管家了。我觉得呀，你不能只看到这一面，对吧？其实我这个人身上还是有其他很多优点的，你要多发掘。哎，你这鱼缸放硬币收藏啊？对呀，我喜欢硬币的味道，收藏是我的爱好，我需要它每天都提醒我。把你手机借我一下。查完岗还要查我手机呢？怎么能啊？不是那种人，借我一下。不是那种人。真的，不许看我信息。不会。不许看我账户。不会。不许看我相册啊。不会。笑什么？你看这样是不是也可以提醒你有个人在爱你？你真的是太幼稚了。说
除了工作，生活里还是幼稚点比较有意思。这么晚了，谁啊？抢暗源的人。那我得看看。快点，快走。谁？现在到房间去。谁？谁？谁？陈冉，陈冉。茄子，茄子。来了。酒吗？啊，给你备好了。坐。你晚上不用陪护啊？啊，不用。还人在医院里陪着呢。心里还是不好受。啊。我去找过我妈妈了，我妈妈一直都知道，所以你觉得双重背叛是信任失衡吧？那你之前一直没有察觉到这件事？嗯，可笑的就是这一点。我结婚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，也就是前几年他们两个才开始分居的。我当时想，可能是年纪大了需要各自的空间吧，从来都没往别的地方想。我觉得你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，也许他们真的是不合适，也许他们已经找到了真爱，但不管是哪一种，他们都是在努力维系这个家庭。这个我知道，就是觉得有点荒诞。荒诞的事情多了，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奇奇怪的事情，而且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承受。自怜自艾是没有用的。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，你还会这么淡然吗？别想要套我话，我可不会用我的痛给你疗伤。谢谢。你爸你妈没有离婚？没有。确定？也许吧。那你觉得你爸被抓的事儿跟张青兰有没有关系？嗯，